政府爱去观察来带动地方发展，不过来看哪一只例子。2015年年代，凤冈开幕的竹东通满人气，更加生起外流哦。为爱创造味道的求生存，还可以高吸烟，用高糖秀来向草油浪茶去了的团体银行。通满人气看高糖秀，有位人会感觉无到无对哦。安上一座客家盐澳村的一块一天梯，经过的客家土楼、客家创意中心、竹东行政中心也按道的计划，更加使得讲客厅用客家盐澳村一个名字来起的。地方向前沙受骗的，讲为盐澳村都含前谈到盐澳，天价沙先起价为么？2015年代，该丰盛开张的竹东通满人气，人气都康的杨古屋是该许多年主机，该多年头起的翕相。五年还推出凤茶滴滴龟，人气乃就是各种式的凤茶滴滴，上开上人气的观光。不过大上的是无满人气。刚开幕的时候落差还蛮大的，因为就是我们的广告也做的宣传不大，然后政府这边的帮助也比较少一点，政府那边可能要多给我们一些资源，这资源有点不够。毛头妹大拍讲，今年的压力过大，落下的也年下，两年差不多230年。我平常时长存一半，有上次去一年涨两年的以上，也就是23年。是谁？前年来都腰上火不少，人外挖出蔬菜，高温烹饪一炸来经营高糖烧，大初出初为六363年的高强健，结果女游览茶杯团体银行门票是老人家，在地的老人家居多，然后想说他们给他们有一个休闲娱乐的地方，就是找一些比较老的歌星啊，然后一些年轻的艺人来这边，让他们有一个发展的舞台，然后也看能不能带动这主动这边的观光发展这样子。通满人气的门票贴在高糖秀的广告宣传，实在是吃到怪奇怪。不过每天一查，味道神酸，各不依旧的做法。我知道呀，对个经营团队来讲，当难为啦，因为既有既个业绩的需求，既要做出既个成绩，该某人去看，既另外，上空上客去相应来，该底下其实会同李行山去结合，去会做既个表演，也歌厅秀、歌舞秀嘛，该是相应落来那样看。该是我觉得对企业来讲是当不得已的一个手段，但实际来讲，我认为也是。政府对了这烟气的辅导，了解经营出问题。对准批驻点人员有5年的时间去参加通满烟气各项工作的前置行动，文建峰喊我出来直接讲，也是 OTO 做嘛个案难经验。主管机关，安尼人情服务哈，了到处所哈，佮到讲建议是讲他不懂。什么叫 OTA？ 他就一直在建筑设计跟营造部分出问题，所以拖了我们的营运商大概2年多才点交。但是我们已经在2年多前就进驻了，你花了很多的人事、管销、精力。当时为了延宕缓交，一直在跟我们 OT 商来谋合，说：“哎呀，不要赔偿啊，不要去走司法啊。”我觉得跟政府之间还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的共识啊，这是一个。那另外呢，跟资方这里呢，我觉得在沟通上并不是那么的理想，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是合作伙伴，哈 ，end 而动清楚，谈判有卖了发展机，哈，了养育机，哈，那全部会上嘞。可是各有所思，哈。刚开始起到安永念放心总了事情。先前有安多的利益好看，没莫怪地方的强情怪少，企业太闲干涉，又外变做无奈干，弄黑公家的钱么？因为政府到底有安永的能力去做两件事情么？因为你啊，竹东有动漫园区么？动漫戏曲公园么？戏曲安永，因为外变到每音乐村么音乐。
该到底英语的该做嘛办？你看英语对你啊目前的建设最大的问题呀，唔咪讲英语反对建设，英语当然也希望讲地方做得发展，但是你系唔咪一只实际主动需要的建设，让做得真紧来解决主动的问题，你错误的建设，你并冇解决主动的问题，还是有你啊最大的一只关键的问题。因为动漫园区已经是一个文字馆了，居民对或是音乐人对这边的需求，对这个音乐村的需求到底高不高？然后加上营运上也可能会有一点困难，对我觉得这要全面的考量。其实呢，行动查清楚，也还有按到某个资源，好好统计拿来运用。树麒麟文化馆啊，萧如松艺术园区林业博物馆很多哎，那其实你有在活化它吗？我觉得你要好好利用这些馆舍，你好好的去把你盘点清楚，你的文化是什么，好，你的领导的特色是什么，好，他说你领导有什么人才，好，他说你的娘伴应该要记得陪伴，好，来互相提升，那其实这是好重要。快提本人上空上去，韩国也六百名的，他们可能会用客家金额存来建案，存体为建案是竹东镇韩德宽多位台面积的开发区，有一间创新整体的起伏的，让我已经建上是五月能开始卖艺术物，专家指出，韩白台湾红魔奶公司去甲办的实体重划区，应该会是竹东镇的乱王区。如果说有下台啊建设下去，坦白对安尼做动的发展系有帮助的啦。嗯，对房价来讲也是可以稳定。该远雄哈新时代那个富广美美哈，你哈点你推来你重返你到建案开始建行以后，我是到因为佮总共的户数要到500人户啊哈，啊坦白该上千为新仓，为都是只是上千为转移到佮哪里边该蛋黄区。地方乡亲、省里县政府各业旗下百名的旅游文本供应，其实是乡中附近移材批过，那公家委前去屯市人建案腾做公社，实质都提价屯房屋市场变极贵。你要传说一次的摩天，因为伊经过很多摆的建过的名师的哈，其实应该稳妥无稳弱啦哈。最后的目的是讲也有两台的。菜摊吼，地方的菜摊咧，大概操作了附近的土地，系咩要变落一只咧？花安尼台式甲共享预算咧，大概让啊吼，大概咧乌白开乌白花吼，变落市民落台就系操作附近的土地，变落一只共用的摩诶，安尼系只共享场所。伊也通俩顺条街条建案啊，沿道安全，还有当到规划安装嘛个绿廊啊，俩都衔接。音乐村的土地，然后建案的土地，所以地方人也会反映讲，你系咩为着个了建上来做基的公社啊样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呢，借着这样一个客家音乐村的一个大型计划进来以后，村头的整个景观会跟着改善哈，然后整个那个居住品质会提升，生活品质提升。你说地价会不会提升？当然应该是会随着这个生活品质提升会提升，但是绝对不是炒作土地，而是把竹东有限的土地呢做有效利用。它是先有建案哈，决定这边，那我们是想说这边空地，我们尽把它活化利用。公司合作没有任何所谓的利益交换，也没有什么对价关系。外出建门的管就是经费，中央有预算，地方首先计划列出经费，企业的特型建筑，气候为安阳的用，慢年来用，安阳的增加地度的软体也都出款不得，反正气候为乌体吹起，社区做特产的。提供端正安充式竹东客家山歌传唱安旧的文化，希望提高客家骄傲的文化地位。今年正来谈长期提彩梯三万出力的骄傲业，就按多马的资源团支持来轻量不比较，会较好么？安尼资源就会形成出一种骄傲气氛。唔系有钱就请示，气候太麻动嘅富嘅，就算做有功德，结果
讲，唔好要再个加添地方太显得共同建设的格式。